这个就是这个牌子我还真没听说过啊。我在这边转了一段时间，大概走了能有一个不到一个小时吧。这两个大哥搁这玩呢。他那边你看这个，在这个楼梯的地方都有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是上自行车用的，说明人家已经把这个细节都考虑到了，方便你骑自行车。这就是什么人性化，知道吧？帮助你，鼓励你去坐自行车。但是我在这边走了这么长时间呢，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哎，这个大摩托开得好快哦，它那噪音太大了。我现在才说，这个问题就是我在这边很难看到一些商业，包括什么麦当劳的，就是麦当劳、肯德基啊、Burger King 啊，或者一些什么 Zara 这些服装啊，或者等等，很少有这种店。不知道是我这个区域没有来对，还是怎么样？楼很多，但这种店很少。你看，这又是这个。你看，这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了，地下也是纸屑都没有啊。看到了吗？这景色是真是好，你看看它。这是个小岛。